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耶、欢迎收看芒果爱露出。是啊不是啊，没有，我们今天要去新竹，对不对？野外露出啊，野外露出，对，很难得跟芒果一起那个嘛，对，出外景，主要是去新竹的山上收车，他刚好是在经营这个露营区，哎呦，这么刚好，所以我就趁机搭个便车业配一下，对，去看一下那个露营区没有业配，没有业配，没有业配。我看我们变相业配，车给他估便宜一点，就是变相业配，哎，好像可以哦，让芒果去敞看一下，因为那个新竹坚实我很常去啦，真的假的？对，那个那边很多露营区。哎，你大概？从以前到现在，你去过几个露营区？我没算呢，但是我大概超过十个，应该有20。哇，20个哎！对，那你今天去你顺便就是那个毒舌哦，看一下这个露营区哪里不好，直接讲，就给它点出来了。好，没问题。即把那个车厂的销售量弄烂拉臭之后，我们看可不可以拉臭露营区。反正现在唯一的一个公道，我们快进去关了。我试试看，你就。露营公道博 ，OK， 好，出发。哎，这是先人努力开垦而来的，有没有？哇，一个石头这样，对，这样硬挖出来。对啊，感谢先人啊！哎，这很帅，这有那种花东的感觉。我们摔去啊，干！哦，左转弯，这个、哦，对，哇，不是这样子吧？不会吧？这根本就是他妈开天辟地啊，自己开出这样的一条路啊，很屌哎、欸！耶、yeah, 欸，啊，怎样了？我拍一下，你要拍什么？你要拍什么？拍子啊！哦，拍子哦，好了吗？OK。哎、欸，又更斜呢，他 Swift 怎么开上来的、啊？哇，刺激哦！考大车，这根本就在考驾照。这个真的没有人摔到山谷过吗？我超怀疑的。哇，来了！哇，好酷哦！这边竟然有搭这个西行缸哎，还搭了一个棚子的车库哎。柳暗花明又一村呐、啊，真的是又一村。我们来到了小夫妻这一村了，我们下去看一下这一村是什么样子吧。走啊！耶、yeah, ，我们终于来到这个风景怎样？超美，它整个大景啊，这是我们说的大景，就是前面没有什么专业名词，对，前面没有什么遮蔽物，没有什么遮蔽物，对。然后如果天气允许的话，可能会有云啊，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日落的余光，然后那边可能就金色的，哇，哎、欸，很美。好了，那我们等一下就先顾车，好，那我们就先去看车了，好不好？长跑露营区的车子很明显，你可以看到什么，你知道吗？阿呆，很多的跳石，有吗？你看这边，我刚开那个路上来，我就觉得，如果这台车是蛮常上山的状况，应该是会有很多石头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刚刚说那个三脚架都被石头蹬到了，然后这也开掉。不过这也是他老婆给他老婆学步用的车子啊，学步车。我小时候那个叫螃蟹车啊。有没有一个圆圈圈，然后坐着，然后可以让一直走，一直走，那叫螃蟹车。这感觉就是都是石头啊，对不对？好、啊哦，一定多少都会有。哇、哦，这边断掉了，屋顶有没有落石？哎呀，哎、欸，他连这个都歪。看一下，那这个就是当初他这个刘先生的妹妹买新车，本来刘先生是开森林人，然后他们就交换，因为他妹妹生小孩，所以森林人。先给妹妹，然后他又跟他换了这台小台的，然后顺便给刘先生老婆代步练练车。对，大换小，小换大，好、哦，自己人才有办法这样。跑七万多，我刚刚看跑七万多，这个螺丝都没有转，引擎盖螺丝没有转，好、哦，叶子板的螺丝也没有转。怎样支架这个螺丝？其实这个 Swift 就看这种螺丝就好，还有前面的贴纸，对不对？再来一个就是全部的引擎室的颜色都是一致的，好、哦，从这个硅到梁。到怎么水箱架，它的那个泛黄的程度啊，旧的程度是同一个时期的。好，引擎盖没拆以外，贴纸也还在。我发现有很多人真的是蛮需要我们认真教他怎么看。也许这个一直重复在教，我们有新观众，所以就可以再复习一下。
好，所以车头基本上看起来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然后漏油的部分，来灯来照帮我照一下，哎、欸，没也没有哎、欸。好，变速箱也是干的，来侧面帮我照一下，哎、欸，也都干的、欸，哎，还不错啊。它2015年九年车跑70000多，所以一年还开不到10000，好，所以其实算不多。长跑山上这个轮胎的损耗应该也是蛮大的，都是刚刚那种路。对啊，19年，好，所以也差不多了。这个轮胎应该也胎纹已经没有了，很浅。好，这个轮胎就可能很滑啊，这个 linking 也一定有一些擦伤。OK。好 ，OK， 好，螺丝也都没转来，原来的螺丝没有转过的螺丝。好，这个拉起来看一下，哎、欸，这有双层，来，哦，很漂亮。这就是看这个尾端嘛，后面被撞就撞这里嘛，对不对？从这边撞进来，所以如果撞进来喷漆，这边的漆就会很新嘛。但是这个漆到这边都是同样有点白白旧旧的。就是原本的颜色。对，原本颜色。好，然后当然你可以压一下这个胶，应该是硬硬的。就没事，好，后面也是原来的，没问题。哎呀，哦，这山上太安静，都不敢讲话太大声，会有回音，自然会有那个洗涤心灵的感觉。明天早上有早课，6点有早课啊、哦，如果有精神的话来参加一下。好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内装。我觉得它这个就是真的是在一台代步车啦，所以你可以看得出内装其实很多那种刮伤、那种使用痕迹，包括上下车这里有没有？哦，都会有一些刮伤使用痕迹。那椅子当然是副驾驶座，应该是还算 OK， 这边稍微有点皱褶，但我觉得70000多蛮正常。哦，内装是真的有使用痕迹比较多。啊、哦，后座就很漂亮，这一看就知道没有在载人，应该夫妻两个人而已。这个后座是非常漂亮，完全都没用过的感觉。哦，那驾驶座也一样啊，上下车的地方就是会有一些刮伤，门板的地方就是有会有一些这种刮伤使用痕迹。好，方向盘我来看一下。Swift 在2015年吧，14还15，就改成11.2的，很讨厌。它12多，你知道吗？它超过，是超过1.0。对啊，1242啊，就超过以后税金就变11000多块。你把1400还觉得没什么，感觉没亏那么多啊，差一点点。你差40几cc，你就感觉很亏啊，一年要多付3000。它新引擎换了，我记得马力是差不多。好，那方向盘也蛮漂亮的，这是女孩子开的，前手是她妹妹。第二手是他老婆，所以这个方向盘我觉得女孩子手没那么粗，你知道吗？你看我手那个有在健身的抓哑铃都有长茧，嗯，男生手比较粗啊，都会磨方向盘。好，剩下的排挡头啊，手刹车其实都不错哎、欸，其实就是有点脏啊，因为可能放久了有点灰尘，然后跟一些使用痕迹，我觉得整理起来应该是还不错。因为这上下车的地方，因为可能女孩子也不胖，这边还很漂亮，只有这边上下车的地方海绵还很挺。好，来发动一下。有了，我刚好移车了啦，哦、还蛮稳的。现在刚好在提速啊，因为它冷车嘛，现在1500转。它要热车。对，它要热车。对，现在是冷的时候，它要热车，所以它现在提速1500，震动还好、啊。哦，回来了，1000转了。OK， 搞定了。那这个当初呢，有6个安全气囊。哦，所以我蛮喜欢卖这种车的，因为你要代步又小车，你有时候你买到那个差不多年份的 Vios 跟 Yaris。都2颗而已，2颗而已。那时候它就有6颗了，甚至你买15年只有它跟 Fiesta 有6颗，好不好？所以小车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品质稳定，价格不高，安全性又有，而且 Swift 这款车在欧洲卖很好，它那时候什么 Vitara、SS4 都是卖到欧洲嘛，哦，所以它相对它的整个扎实度，基本还是有的。搞定了，接下来就是瞧一下嘛。我们今天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相信刘先醉翁之意也不在酒。我们可以让帮他那个宣传一下这一句，录音区。所以我刚讲了嘛，这宣传费用是在车扣。好了，那我们先去跟刘先讨论一下这个价格。这个车子看好了，嗯，那我刚刚看了一下，车子是没有碰撞，它、就是有一些小伤，让我差一些些。OK， 没有，我没有打算要砍你。哦，我还以为他说我没有打算要跟你收钱，你就把车开走就好了。我开9年了。我开9年了。开九年。你看起来那么年轻，你开9年了。我32岁开的。我要求哎，那现在也才40岁出头而已。40, 对。你是什么机缘下来这个地方做这件事情？嗯，有一半是想不开了，坐久就想开了。你原本有地缘关系吗？没有，我高雄的。
你是高雄人？对，我北漂来这边创业。那、啊、你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我觉得看地是，买地是看缘分了、啊。真的，我那时候全台湾都跑。对，其实我一开始不是要开露营区。哦，你一开始不是要开露营？我是要开土鸡城，好像好像也不错，好像也不错。那因为那时候我去做功课嘛，因为那时候露营人口号称150万，50万集中在台中以南，新竹以北100万。那我当然来新竹做哦，因为那时候尖石乡本来就已经是露营区大本营、哦，我想说那我来这边说算分一杯羹了。可是我刚上来没有看到有很多，整个尖石乡啊，比新竹竹北加起来都还要大，所以比较分散一点。对，分散。然后五峰、哦、隔壁五峰乡也是，光是我们尖石加五峰加起来露营区可能就应该快500家了。哦，然后后来想说那我就做露营区，然后就哎、欸、一路就做到现在。哎、欸，我觉得很厉害，你看找地、买地。还要开垦，哎、欸，不错哎、欸，我觉得这个蛮舒服的。好，那这个这台车他都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對對對對我也不好意思，那个我们就取个整数 ，OK， 没问题，好不好？我也其实也没有多扣了，对 对, 對, 對，其实就是正常合理，我觉得还交代的过去。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我就把车处理处理，接下来呢就麻烦刘先带着我们的芒果露营担当，芒果爱露出 是我们芒果比较常爱露营、嗯。我今天有问他、哦，他说他跑过的营地应该有超过20个以上。哦，那还不错、啊。所以他算是真的是算有在跑，嗯、有在跑的。好吧，那我们就 check it out。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发艺金库，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上百种的个性化安全带。来找想玩车就对了。耶、yeah, ，好，我们现在就请这个刘先生刘老板带我们逛一下这个小夫妻露营区的营区，好不好？哎，大家好，小狮汽车朋友的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好，我是那个小夫妻营主，叫我阿达就可以了。那我带大家来绕一圈我们营区。好，这边就是我们的唯一的一个露天平台。那是做站板，刚好是我们山景第一排哦，这边视野很好，缺点就是太阳大的时候会比较热，然后下雨的话就要有淋雨的收湿帐的心理准备了。对对，那我们营区所有的位置都是一帐一水槽，一帐一电箱，嗯，对，都不用跟人家抢。所以这个站板就大概有5帐的空间。我们这边现在都4帐就给包区了，我们假日是做包区的。哦，假日做包区。对啊，平日其实也是包区，像我们楼上客人家一帐我就让他包一区，对、哦，我就不收其他客人了。我就是尽量精简化，然后把品质做好一点。对，而且这样帐跟帐的那个间距就不会太。对，而且大家彼此又是认识的话，其实那个品质都很好，对，也比较方便。对对对对 对, 對、嗯。像它这个站板、嗯，它的那个尺寸大概是多少？这边的话是每一帐是4×7起跳，哦，4×7。对，中间还有1米的走道，这个没有算进去，啊，也是可以用的。哦、但是基本规格就4×7，那蛮大的。对，算还 OK 啦。嗯。9年前的开的时候算很大，因为现在帐篷越做越大。对。而且现在会变成横的那种，对对对，然后客人用的专用的冰箱，我们都有区分，然后这边有回收区，有冷冻跟冷藏，冷藏。我帮你介绍冷藏跟冷冻，而且它有分高价区跟亲子区，然后冷冻也是分高价跟亲子，就是楼上跟楼下这样。这样才不会混淆。然后我们垃圾的话都集中管理，这样比较不会脏乱。对，我刚才有偷瞄到一下，你们的卫浴其实算很多间呢、欸，还 OK 啦，我们都尽量做到2:1啦。所以第一间大间的是我们那个亲子卫浴，就是给带小朋友的。对，虽然画面这样看不出来，因为有那个光，看起来会比较灰暗一点，但是以它这个整洁度啊是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有些人。怕那个露营的那个厕所浴室、啊、对对对，其实很多人都很 care 厕所卫浴，那、啊、我们有用心去维护啦。可是毕竟9年了，还是会有使用痕迹，真的没办法。当然，当然，毕竟我们这半户外空间。对，但是是干净的。然后这边就是高架雨棚，这边视野就挑高一层，所以非常的舒服。然后有雨遮的话，你看都不会热。对，不会热。然后这边又再挑高一层，出云海的时候会非常的美，或者是午后雨有山岚的话，会很漂亮。我超喜欢看那个云海，就是这样飘。啊、我们山上的话就是以天气为主，老天给我们看什么我们就看什么。对。那这边是我们超大雨棚，这是我们最热门的地方，只要一开定就是直接秒杀了、哦。像我们整年度就是都是满。这好大哦。超级大，这个大小就差很，这边是基本是5×8起跳、哦，不含走道。嗯，哇，5×8可以搭很大的那种隧道帐都没问题。对，隧道帐、碟形帐都可以。对，我这边有一个独立冰箱。对，我们都是区分开来的。
尽量让各区独立啦。对，都不用去抢每一区啊。这边你看到这些一堆叶子，全部都是樱花，樱花季的时候就会蛮漂亮的。啊，这是我们另外一间厕所卫浴，然后因为这边是第二批盖的啦，然后空间跟那边比的话，这边空间又大一点，嗯，所以我就有分男女两边，只要是坐式全部都是免治。然后这边的话，因为空间比较大，我们卫浴有另外做那个干湿分离的部分。哇，真的假的？还 OK 啦。等一下，这个太夸张了啦！今天的这个浴那个马桶啊，这种干湿分离浴室，我真的都是第一次遇到。对，我没有遇过那种还可以干湿分离，然后外面还可以再放那个衣服的东西。对，就是因为这边空间比较够，所以我才有办法做比较大间。啊，那边因为是局限的关系，所以我只能做一整排啊，所以大部分客人都很喜欢这边。嘿，芒果，怎么样？说实在的，其实我原本对露营没什么兴趣。可是你看到免治马桶是不是？对，我突然觉得好像也还不错。有些没有露营的人，他们既定印象露营会是很狼狈啊，就是很不舒服，感觉很累很麻烦啊。对对 对，但是其实现在的露营区的设备其实都蛮齐全的，包括有冷冻库、冷藏啊，有些人还会有饮水机。那因为现在是萤火虫季，晚上七点之后，我们这整座山，你们现在看到所有绿色的地方，都会全部都是萤火虫。哇塞，它到什么时候啊？下礼拜就结束了啊，因为、那我看不到。对对对，因为萤火虫季大概20天到30天，然后要看就要等明年。嗯，我们的萤火虫数量基本上有来看过的客人都说赞，对，他们都会说，哎、欸，这是他们这辈子看最多的。嗯嗯，我们多到就是像这样，我们在聊天，对，你手一拨就打到萤火虫。全部都是会被包围哦。啊，这边就是我们碎石雨棚，雨棚区一样是雨棚，啊，只是说我们地上是碎石这样。嗯，然后这边是也是我们最好的，你看180度。哦，好漂亮。对，我可以提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我要强调是碎石？碎石的话是用那个银钉钉的，那如果站板的话，它是用另外一种钩子去勾的，有两个下钉的方式不一样。对，那我们这边铺碎石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们这边本来是一片草坪。嗯，然后因为下雨啊，然后又被压，全部烂掉，要排水。对，然后最后我就一气之下全部铺碎石。那我铺碎石的话，客人车子可以直接开进来。哦，对，对，就不用怕去压到草皮之类的。然后我们这边有一个火坑，哦，哦，冬天可以在这边焚火。就我们虽然是碎石，但我们会提供这种橡胶垫，让客人先铺在地上。对，就像这样子，有没有？就比较不会颠嘛。那我们这边你看也是独立冰箱，独立水槽。哦，每一区每一区都有各自的冰箱。老板，我想请问一下，这边它是大概几帐？一样，我们每一区都是5帐，都5帐。对， okay. 那我们明年开始会再减帐。嗯，因为我想要再就是更精致化一点，就是帐我可以再减少，我收入少一点没关系，但我希望所有来的客人都能是更舒服。哇塞，我遇到小狮汽车的粉丝哎、欸！啊，你就这样给他坐下来，这椅子太好坐了。怎么称呼嘞？哎、欸，姓陈，陈先生，陈先生，你怎么会知道我们这个小夫妻露营区？其实也是看其他 YouTuber 有来这边路过、嗯，然后说这边就有萤火虫，就想要来看看这样子。哦，所以你这次来是为了看萤火虫？对对对。那昨天看有看到吗？有，还蛮多的。就是这边灯关掉，随便往后一看，哎、欸，都后面都是萤火虫。对、啊，而且这边最特别的一点是干湿分离。对，我刚才也觉得，因为我录了差不多20次以上。嗯，我第一次遇到那种干湿分离的浴室，对对对，就最怕衣服会就是要清新的衣服会碰到水什么的。对，但这个就完全不怕。对，而且它还有做一个架子给你，因为通常我们都是要挂在那个上面。对对对对。然后很怕会去淋到。推荐指数，满分10颗。哇，我下次也要来住。哦，这边步道吗？就是一个步道啦，一个步道。我们上面有一个隐藏版的营位，就是我们没有对外开放的 VIP 营区。对 ，VIP。真的只有熟客才可以跟我订的。那这一块就是我们 VIP 草皮，啊，虽然现在草都长上来了，因为现在是萤火虫季，所以我不能砍草。哦，对，因为我砍草会把他们那个砍死掉。他们的啊、哦，对对对，所以说我现在就先放了让它长，然后萤火虫季完，像我们过2个礼拜我们就安排公休，我们会连续4天除草，那4天就休息，然后把整个营区的草都给它除掉，那可以减少蚊虫，然后又可以那个不要让那个蛇有地方躲。哇，所以我们刚逛完了这个小夫妻露营区啊，其实蛮大的，还 OK 啦。对，因为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以为就像这样2层而已，结果后面都还有。对，蛮漂亮，而且厕所是我真的是
大拇指的，我下次一定要来洗看看他那个干湿分离的浴室。下次了，等下去洗。哦，等下就洗，等下就冲个凉，冲澡，冲个凉。哎、欸，那我想问一下阿导老板，是我们这个营区啊，要怎么样的定位？我们每一年会开放两次定位，然后统一就是我们会有个定位表单。那下一次开放就是九月，开放一到六月。现在讲的是假日，如果是平日的话，直接私讯我们粉丝专页或打给我就好。那如果有兴趣想要来洗那种干湿分离的朋友们，可以赶紧的去他们的粉丝专页预定，或是直接平日私讯老板。哎、欸，不错哎、欸，改天这个我们这次场看的差不多，改天我们媒体部就可以来这边来弄个三天三夜、三更半夜，好不好？那这个非常感谢，那以后也可以期待。哎、欸，我其实刚偷问一下。不贵，哎、欸，我刚刚偷问一下那个，那毕竟我们要跟住宿有价差了。好了，谢谢，拜拜，拜拜，谢谢，谢谢。哇，平日的老街相当淳朴、欸，都没开啊，这不是淳朴的问题吧？都没开哎、欸，现在淳朴。哎、欸，野姜花粽哎、欸，是不是要吃一下野姜花粽？哎、欸，对，野姜花粽要吃哦。好，来来来，我要三颗野姜花粽，荤的。对，谢谢。今天给芒果请啊，芒哥，你跟芒哥付钱啊，请客啊。所以野姜花粽是里面有野姜花，还是它这个包的叶子是野姜花？里面有野姜花，这一口就没了，很小颗啊。你看，哎，看一定要，应该是金，是不是？是不是金箔哈？来，三二一，耶！这好像有碎肉，是不是？对，菜脯跟碎肉，哪有野姜花？我不知道。我以为它里面有，还是这个是野姜花的叶子？我要请教一下，野姜花粽是它的叶子是野姜花的叶子吗？是，然后这里又是野姜花的根、螺粉下去做调味料。哦，所以里面有野姜花的根、螺粉下去做调味料。对，然后下去炒肉、哦、香菇跟菜粉，然后再用野姜花的叶子下去包。好，谢谢谢谢，很怂哎、欸，每次在那边都吃，不知道为什么叫野姜花粽。嗯，对、欸，好吃。是我住这，有可能。对，这种下午时间吃一颗这小小颗的，其实还蛮不错的。下午茶，然后刚好来内湾要吃这个硬硬景，好可爱。嗯，好可爱，不错。所以这两口就没了。饭好蛮 Q 的，不软，味道炒得很刚好。菜脯跟胡椒的味道，而它那个香气有就是有跟那种传统粽叶包有点不一样，对不对？对 对, 對，它这叶子味道跟那个传统粽叶有点不一样，它有个特殊的香气。嗯，完食。好吃哦，内湾戏院在这哦啊，对，我记得他前面有放那个公仔，对我有印象。啊，菜包没开，这家菜包还蛮有名的。是啊、哦，嗯，温妈妈菜包。你看，时尚王家有来过，招牌粽，三颗。带走吗？给你刷的。谢谢谢谢。我还有小。晚点可以看萤火虫。哦，好，谢谢。哪里可以看萤火虫？小学哦，小学那边六点以后萤火虫。哎、欸，他很好，他还给我们小塑胶袋，想帮我们沾手。这间拿起来好像比较。软烂的感觉，感觉比较湿润。好，来看跟刚刚那一家比，哎，也还好啦，还好，它是叶子比较软，嗯，叶子比较软，但里面看起来还好。啊，这个我比较不喜欢，你看一咬下去，饭全部都粘在一起了，哦，变麻吉了，有没有？刚刚的没有，刚刚是粒粒分明。有人喜欢吃软的，我是喜欢吃硬一点的，这味道比刚刚那间稍微再干一点点。刚刚那些味道稍微再咸一点点，跟刚刚那家比起来，你觉得？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油饭那一类的，就是比较黏、比较湿软一点。那刚刚那间像什么？比较有点绿绿，刺到米饭的那个形状的感觉。啊，一样一样吗？一样一样。刚刚那间的菜比较咸一点，胡椒味比较重。对，那这间味道比较清淡。没想到来内湾吃个野姜花粽，也可以品出不一样的感觉。好，你们有来的人自己去认。我也不知道怎么跟你们报是哪一间，因为每一间都写野姜花粽，名字都一样啊。太多了，这边很多。对啊，好，完食。哎，我觉得这个小小颗真的是比较没有负担，你那种正常的那种，那真的太大颗了。可是我们吃两颗不是一样意思吗？我真的想再吃，所以再试一下看看。要吗？我们要，我们要把它拍到底。来，40块。好，我去买。欸、我跟你讲，刚第二间是叫做罗妈妈啦，然后现在这间他说创始店，他叫做詹阿姨，詹阿姨，好吃比较重要。我们这个人是没有在信这个什么创不创始这个问题。哎，其实也偏黏呢。我说实在的，我摸起来我也觉得有点黏，我摸起来是觉得有点软的，吃看看。
哦，我跟你讲，它野姜花的香气比较足，这第一口咬下去就有一个花味，很对，很特殊的香料味。你现在，哦，嗯嗯，有哈、哦，比前两家都还要 重。米的软硬程度是在介于一跟三中间，中间。哦，啊，它不至于像刚刚那全部粘在一起，但是呢，没有第一间那么散，第一间几乎到口中都有点散开了。嗯，它口味也是算清淡的，口味跟第二家差不多。嗯，差不多。那料我是没吃到什么料，没吃到什么料。没、嗯、有，我觉得没有什么料。第一家那个肉比较大块，放在上面。第一家吃起来有除了有肉感以外，菜脯感也很重。对，菜脯感。后面这两家我都没有咬到肉跟菜脯的感觉。我今天为了观众朋友试了三家野姜，这边搞不好不止三家，会不会？不是啊，一定不止。没有，这吃下去会胀气。我不行。我现在已经过界了，我直到最后一口都没有肉，没有香菇，没有菜脯。投票了啦，你选哪一件？我选第一件。对，是。好，走，我们去第一件。如果你连续吃三件，蛮明显。好，走，去买第一件，回去量吃。来，一百块，百块。马薯婆，马薯婆，冻盒的。好，我们买了三盒马吉。所以我们其实今天已经帮大家把内湾的三间最大间的都吃完评比过了，对，对不对？好，所以大家这个可以参考一下，下次来内湾走走，好不好？这期节目啊，希望这个内容大家会喜欢。这次那个是相当特别的企划，我们吃了三颗。特别在哪里？我问你，特别到我们跑到山上去啊，第一次啊，很特别啦，可以跟老板一起出来玩。啊，你觉得那个营场怎么样？露营场怎么样？很干净啊。好、哦、像算干净的、哦。厕所很棒，有干湿分离，然后有免治马桶，这是一般露营场没有的。他妈，你都去露营了，你还要免治马桶？我没叫你用草纸就不错了。啊，干湿分离最赞呐、啊！你还真的还拿错那个树叶，拿到姑婆芋的叶子，插到整个菊花都过敏，都不是过敏啊，我以为是流血，这中毒啊！那姑婆芋有毒，你不知道吗？我知道。哎、去露营还要免治马桶是什么概念？啊，还有 WiFi 是什么概念？哎，对，还有 WiFi， 还有电。我还问他说，插延长线那个电啊，可以拉到对帐篷里。每一帐都有，每一帐都有。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吹冷气就好？不一样啊！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我们下次见，对啊，拜拜。喜欢这种影片也要留言了、啊、哈、哦，下次我就多拍，我们就可以自肥。超级感谢，超级感谢，我们就可以自肥。Avir 环保生活科技领导品牌，发艺金库。世界无敌大美女徐海丽，汽车教授，职人洗车用品专卖 ，Ultra-S3 地表最强行车记录器。